好，现在是准备炒，先把这个粉放进去。放的是酱油啊，酱油和油已经放在里面了。跟着先把这个转锅，让它旋转。跟着是打火。啊。可以可以。现在炒的是河粉呢，炒的是粉。哎，来个翻锅。这个是旋转，都是可以调速的，这个速度可以调。现在这个过温度，这个是可以定时的。这边是正反转的一个设定，就是这个锅可以正转和反转。